陈哥燕成功的新生出局后送队友蒙德上二三垒，一出局后转机为到富邦悍将第四棒29号曾浩伟。最后，中华野方向的宝贝牺牲打到一分的打点，富邦悍将取得3-0的领先。场上两人出局，黄泽东站上二垒，打击人段悍将第5棒78号蒋吉恩。